9月3日 ,2013 大宁音乐季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大宁国际举行，歌手李泉、台湾歌手江美琪等亮相现场。据悉，2013大宁音乐季以音乐嘉年华形式突破现场演出的传统形式，把整个大宁国际空间作为音乐的舞台，呈现更多自创性、互动性与参与性。李泉将于10月19日率先登台。其实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啊，就是这种电子音乐的这种表演形式，它可能跟一般的乐队的这样的表演形式稍微有点差别。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在特别是在现在上海的话，大家听的、看的、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况下，这种形式应该可以受到大家的这个接受。而台湾歌手江美琪则在现场透露，自己将会以朋克摇滚范儿演绎音乐与城市结合的故事。但我觉得这一次还蛮特别，用音乐跟城市做结合。那也希望就是当天大家来听音乐，可以是很舒服、很自在、很 enjoy 在音乐里面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自己的表演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轻摇滚的东西，所以就是想要打扮比较朋克一点点。我觉得这样子的样子是可能歌迷没有看过的。据悉，李泉、江美琪、国卫 VC 乐队和运师将于10月19日至10月27日陆续在上海大宁国际舞台进行音乐专场演出。